期待禅心讲座，我们继续给大家讲解这个打入以后的一些变化。看看一个黑棋常用的布局啊，常用布局。小目无有角，这个是常用。白棋挂角以后，黑棋脱退。这个总的来说呢，黑棋是以这个取地为主，黑棋拆而逼卒。黑棋拆而逼卒以后呢，正常来说呢，白棋是再跳一个，这个一个定式呢就完成了。当然，对于这个定式以后一些下法，在我们在前面的讲座中呢也讲过。那么白棋啊，想追求高效率的脱先，或者说啊，在这边一带拆一个啊，这种都有，这些种种下法呢都是有的。那么接下来啊，这地方就是一个问题了。黑棋既然拆了啊，让白棋啊不补，那么黑棋势必呢在这个地方啊拿出一些手段来，也就是说呢势必要在这里进行打入。那么怎么打入，打入以后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啊，变化的结果的这个严厉性好与坏，这就是我们本期呢要研究的课题。打入的点啊，首先有个点的选择。那么呢，这个打入如果说啊正常的打在中间，这个下法呢不是太好啊，不是太好。白棋呢可以呢比较这个轻松的应对，那就是呢白棋就可以尖住就行。虽说这个打入啊大家可能都知道不好，但是呢也在实战中没有见过，但是你也必须知道这个怎么应对，万一人家啊突然使出来不知道怎么应对也是不对的。这个靠主不好啊，这靠主这个黑棋一长，这里马上要度过啊，那么你现在一分段呢黑棋就跑出去了，那么只能粘上的话被黑棋这么扳过，这个白棋就吃亏了。所以作为白棋来说啊，尖啊是防止这个打入的好棋。那么黑棋冲，白棋呢就扳啊，白棋就扳，这个以下呢黑棋作战呢就比较辛苦。如果断白棋就打啊，黑棋长的话呢那么白棋就退啊，这两个字呢不好跑。如果先扳啊，先扳先损，先损的话呢，那么白棋呢当然呢也没什么好怕的，就直接断一个，直接断一个就可以，这个没什么好怕的。黑棋这个由于气紧啊，接下来呢不好与白棋作战。黑棋脱退求活，想求活，这个白棋呢就呢可以让他做活也行啊，你实在呢用强，现在是搬张局部呢，黑棋还是不太好活。加的话呢这个时候呢可以考虑啊，白棋呢你就可以考虑呢让黑棋度过算了，因为用强呢有一定的危险。那么黑棋如果度过呢，白棋即使啊在外面再补一手啊，这个白棋呢也可以满意，因为黑棋呢毕竟从一路度过，这个目数呢所得呢有限，白棋外面呢棋形呢也走得非常的厚。如果这个非要去分段这个黑棋啊，
你这样搬是不行的，因为这个被黑棋一打一打啊，这个黑棋跑了，这个黑棋跑了。立下来虽然可以缓解这个毛病呢，但是呢，黑棋啊煎一个长期以后，再这个搬出来，这个棋呢，战斗啊一下子就会变得非常的复杂啊，变得非常的复杂。这个白棋呢没有这个必要，如果没有这两手啊，那白棋当然可以与黑棋作战。所以说黑棋从中间打入，白棋呢是不怕的啊，是不怕。那么黑棋啊应该走在哪啊，这想必呢大家呢也都这个也都知道啊，应该说起来也都是比较这个熟悉吧，肯定在棋谱中在对局中啊都见到过。黑棋打入的比较好一点的是打入在这里，打入在这里呢首先有个明确的这个手段，就是呢要搬过啊，要搬过这个地方，黑棋要求搬过。白棋如果压啊，想退让呢，这个黑棋搬过呢比较舒服。白棋再搬的话呢，黑棋就叫吃啊。这以后还残留一个这个断点，如果补住呢，这个呢太委屈了啊，这个。黑棋啊先手获利呢很大啊，以后还可以提一个子，这个黑棋先手获利很大，白棋呢当然是不能满意的。那么当黑棋打入的时候呢，白棋呢肯定是要分段，这个分段呢当然是尖一个比较好，利尖一个呢的好处就是呢以后从底下啊可以跳啊，与这个子呢进行这个联络，进行联络。而立一个的话呢就失去了这个手段，这个立呢明显不好，所以白棋正确的呢也是尖一个啊，也是尖一个。那么黑棋接下来呢主要变化啊有两种，一种呢是上面飞，一种呢是从下面飞，不管哪种飞啊，其目的呢都是想把白棋的这个子与黑棋这边的子啊联络给分断。而作为白棋一方来说呢，也是想尽力啊，在黑棋不管上面飞下面飞，尽力的呢把这两个子的联，这两个子啊就是联络呢。两块棋啊、联络起来。在研究这两个飞之前呢，我们还先看这个呢，其比较少见的，这就是说特殊的下法呢是靠，特殊的下法是靠。这个呢，除非是在啊劫材很有利的情况下，这个是使用的啊，这个就是说强行做劫。这个是在劫材很有利的情况下呢强行使用的，可以使用的。但是呢一般来说啊，一般来说呢就是说由于这个定势以后啊，黑棋呢可能很快就打入，这个局面呢一般出现的会比较早啊，甚至在续盘左右，甚至于在布局左右，黑棋呢一般呢不容易有啊那么多那么大的劫材与白棋做劫。所以呢这个下法呢一般是觉得大部分的情况下呢是行不通的。当然如果啊万一碰到一些特殊情况啊，在别的地方又走了一个定式，黑棋正好呢劫材特别多啊，有几个好的劫材，那么呢这个招法呢也未尝不可成立，不能成立啊。所以白棋呢也得这个小心啊，也得小心，万一这个正好赶上这个局面的话呢，白棋还是应该有所防备。那么我们看看两个主流的变化啊，第一个是黑棋
从下面小飞，啊，下面小飞。那么白棋呢，正确的下法是跳，跳这个，跳这个。白棋跳的目的呢，就是呢，争取让黑棋从底下渡过，啊，白棋呢从上面取得联络，这是跳的目的。那么接下来黑棋如果只是简单的爬过，那么白棋呢就冲一个算了，可以吃回这个子啊，这个子几乎无法逃跑。要从底下逃跑的话呢，这个一路跑回去呢没什么意思。那么这个结果呢，就是说呢，黑棋啊所得有限，虽然在这里得了一些木，但本身白棋多了一个尖以后，这里多个扳张，这边的木呢已经亏损不少。第二个呢，白棋呢吃掉一个子以后呢，白棋也非常的厚啊，黑棋呢打入呢没有走到，没有得到很好的效果。那么黑棋啊，正确的下法呢是靠，是靠，白棋冲啊，黑棋断。给白棋呢制造一些断点，白但是呢，其实这个棋呢，白棋呢也不用害怕。接下来呢，白棋呢有两种下法啊，一种呢是退，一种是退。那么黑棋爬过啊，黑棋爬过，白棋呢在顶，黑棋挡啊，黑棋挡。白棋跳，跳的吃住黑棋。以后虽然这里有一些冲，黑棋有冲断的味道，但是白棋呢，如果想退的话啊，可以呢先手把这个尖掉啊，在这个跳之前啊，跳之前可以把这个先手尖掉，那么呢形成了一个这样的变化。这个变化结果呢，白棋呢也安全的联络了啊，黑棋呢。不过呢也在底下，就是说获得了一定的目数，获得了一定的目数，在破掉白棋目数同时呢，在这里啊也获得了一定目数，以后呢这里有个长的先手啊，有个长的先手。这个冲断虽然不存在了呢，但是在这一带啊，这边这一带呢也隐藏着一些先手，可以说呢这个棋呢也是呢双方可以接受的一个变化。毕竟白棋啊在前面已经脱先了一手棋，被黑棋打入以后，让黑棋在这边在实地上啊获得一些便宜也是应该的。不过呢经过研究呢，就是觉得呢这个棋啊，当黑棋靠断的时候，白棋呢就是说呢还有呢更好的下法，更积极的下法，就白棋直接接上。白棋直接接上。接上这个，当然在说这个之前，谈的之前呢，我们还给大家呢补充一下啊，刚才补充一下，就退的时候，黑棋爬啊，白棋顶啊，白棋当然白棋顶完吃完，这个味道比较干净啊，因为白棋如果只是拐吃的话，本身黑棋已经过了，那么以后呢留下一个黑棋跑的这个毛病，所以白棋要顶。那么这个时候呢，黑有个这个著名的骗招，想必大家也知道，也有可能一些棋友呢不知道，我们摆一下，那叫黑棋扳，白棋冲刺，黑棋滚打，啊，要滚打白棋。当然，白棋不能就这么被黑棋滚打了，这个形状白棋没有办法看。那白棋势必要拐下去啊，要拐下去，然后黑棋再打。看上去这个棋啊，黑棋有个明显的毛病啊，是不是黑棋打勺了？啊，有个明显的毛病，那就是白棋我一分断你，你黑棋粘上的时候，哎，我一打。不就真吃掉黑棋吗？黑棋是不是打勺了？
其实这个恰恰这时候啊，这个是黑棋设下的一个陷阱，这个可能很多棋友也知道，但是呢我们还再说一遍，就是白棋立的时候，黑棋有这个靠的妙手，这一下反而把白棋啊一下子就陷入这个崩溃的境地。如果你粘，那么黑棋再一粘，这个棋黑棋已经是起到了引针的作用，再也针不了黑棋，这里子就全死。如果你现在提在外面，这个被黑棋一粘出来，这个全冲穿了，这个棋形就是说还是一个也崩掉的样子，这个白棋不行。其实白棋呢，当黑棋在打的时候，白棋就提掉就没关系，现在被滚打，这个完全不一样啊！刚才是从二路渡过的，先从一路渡过的，这里的眼位和气和目都差了很多。就黑棋即使在粘上，白棋以后啊，这个地方粘上什么冲断什么毛病都没有。也就是白棋以后要收的话，可以把黑棋全部收紧，这个黑棋反而是得不偿失啊，得不偿失。这个全得一个一个赶快接回去，这白棋所有的都是先手，当然白棋不走也可以，所以这个黑棋这个扳的骗招是不成立的。那么后来经过研究呢，就是说呢白棋退啊，这个是双方可以满意，但是经过研究认为，当靠断的时候，白棋还有更加这个强悍的下法，那就是粘上。黑棋依然要爬，这时候白棋还是顶硬，黑棋挡住，那么白棋再打吃。这个棋白棋啊，打完以后，白棋这个外面这个形状比刚才这样啊，这个地方明显呢就要厚得多啊，黑棋呢就没有任何利用啊，没有任何利用，也不用白棋急急忙忙把这个交换掉啊，以后保留变化。那么现在剩下的就是黑棋这个逃啊，这个子逃啊，这个威力怎么样？实际上呢，黑棋呢并不怕这个白棋跑出来。黑棋如果跑，白棋就拐，黑棋拐，白棋拐。由于时刻要争吃啊，时刻要争吃，那么黑棋如果补呢，白棋就把这个打下去，把这个黑棋头打下去的话呢，这个白棋啊根本不怕啊，甚至于现在可以借用滚打啊，时刻准备打下去。白棋拐的时候，黑棋啊继续连扳，虽然暂时可以啊防止这个争子，但是呢由于自身这个地方有一些毛病啊，有一些毛病，白棋呢，黑棋呢这个时候坚持不了多久，黑棋再吃呢，白棋可以先吃掉啊，提掉一个子，这个作战呢白棋啊可以说呢完全不用害怕黑棋啊，完全可以不用害怕。这个黑棋整个呢，被整个这一片被压的呢，实在是太低了啊，实在是太低了。所以说呢，这个跑出来不太怕。那么刚才不是说白棋争子有利吗？那白棋黑棋万一在外面引针呢？引针的时候啊，如果只要引针，第一不太严厉，白棋呢就可以安心的补一手，这个补一手的架势本身也很大，以后这里飞点都是先手啊，本身价值很大。第二个，如果黑棋引针太损的话啊，你等他打吃的时候，白棋可以不走啊，你在这边引针这个手段特别损的话，可以不走啊，可以不走。这个呢，所以说呢，这个引针呢白棋也不太惧怕。
总之这个图呢，大家认为呢，由于这个这一些的区别，大家一直认为这个棋呢还是白棋不错的啊，白棋不错。黑棋从下面小飞啊，有点不太好啊，不太好。那么黑棋下面小飞不太好呢，那么就要从上面飞啊。黑棋正确的下法呢，就是从上面飞。上面飞的时候呢，白棋不能贴啊，贴的这个被黑棋贴下来，这个一反击的话呢，这个白棋被分成两块，作战呢困难。作为白棋来讲呢，它正确下法呢，也呢就是说呢，爬过啊，从底下爬过，黑棋要顶，黑棋要顶啊，那么白棋帮助啊，帮助帮过啊，记住这个地方白棋一定要尽快寻求联络啊，一旦被黑棋分成两块，这个白棋啊几乎就是说无法与黑棋作战。我们黑棋打吃以后啊，白棋虽然度过了，但毕竟呢也是比较苦的啊，也是比较苦的，从一路度过，那么黑棋在压住，白棋拐，黑棋顶住啊，在打吃之前呢，白棋拐一下，这个先手便宜两目棋，那么这个变化呢，走到这，可以说呢是双方呢在这个局部。正确的应对啊，正确的应对。黑棋呢，就是说打入以后啊，大家记住呢，虽然有上面飞和下面飞，但是呢，从这个研究来说呢，还是从上面飞啊优于从下面飞。这个结果，白棋虽然联络了啊，基本上也活了啊，但是黑棋呢，通过这个虽然暂时是花了一手棋。那么黑棋这个外面呢走得也非常厚啊，非常厚，脚上也非常厚，包括这个打了张都是先手，以后呢还留有攻击白棋的这个余位，那么黑棋呢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接下来呢，这个地方白棋啊可以继续脱先啊，也是可以的啊，就是外面不管外面怎么样，反正继续脱先，外面走一手也是可以的。继续抢一步呢，白棋的速度啊，是就是说呢是变得非常的快啊，这个布局啊或者什么时候连续抢了两个啊，但是呢黑棋啊虽然在这里白棋脱先难守，但是黑棋呢以后呢这个所得呢也是不小的，打了张上，白棋张啊，黑棋啊一个就是跳啊，这个继续攻击这个白棋。这个棋呢，黑棋呢，也是呢，很有余味的啊。这个后续手段呢也是很多的。白棋呢，还得补，还得补啊。在这做野，啊，想做一个野，那么这时候呢，大家不要记住，不要随手打吃啊，随手打吃。那么呢，可以先点一个，当对方啊粘上的时候，再跳一个。以后保留随时一扑，先手破掉这个白棋眼位的权利，先手破掉白棋眼位的权利。那么如果白棋啊单纯的做活，那黑棋呢就算了，这毕竟先手呢又跳早便宜了一下啊，虽然白棋在外面抢了两手棋，但是黑棋在这一带啊所得呢也是非常的多啊，白棋的形状呢比较委屈。好坏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啊。喜欢速度的棋手啊，可能会选择白棋抢速，但是有些厚重的棋手啊，也觉得这个黑棋啊，这个一步一个脚印啊，都走到了东西，也呢也可以下，这个是很难讲。另外，这个黑棋啊，那个黑棋不跳这个，跳这个。也是很有利的一手啊，这个白棋呢是要小心的。
这个就关系到双方劫财的问题。挑这个啊，首先白棋呢是没法应的。如果你为了补这个断点啊，跟着应一个，或者是那么黑棋再跳，白棋就失去了刚才啊搬了连搬的这个啊收官的同时呢，就是说呢扩大眼，就是做眼的余地。那么这两个手棋可以说就白白的被黑棋官子获得了大便宜。那白棋呢也不能忍受，那么只有呢往外尖一个，往外跑。那么呢这个以后就可以说是围绕着这个底下这个劫啊，在其他的地方呢，双方在其他地方做文章啊。这个地方黑棋有挤啊，一个白棋粘上，黑棋呢再扑一个啊，再扑一个的这个手段。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劫啊，一个很大的劫，很大的劫。黑棋一提掉白棋，这上面还是一块孤棋，而作为黑棋自身来说呢，损失也很大啊，花了一手棋，人家上面多了一个。如果打输了的话，这个脚上的目数啊，损失的非常的多啊，损失非常的多。外面呢三个子还欠的，这个就看黑棋有没有这么大的劫财啊，肯定接下来的战斗就会围绕在外面啊。黑棋白棋的走棋过程中呢，白棋时刻要小心，不能让黑棋呢做出很大的劫财。而白棋呢单纯的补一手啊，这个也价值呢不大啊，不能在外面随便让黑棋走两个。既然黑棋这个接下来啊有这么多严厉的手段啊，其实这时候呢白棋啊就不抢这一手，那么兼补一手啊，这个价值呢也可以说呢是非常的大啊，非常的大。兼补一手以后啊，那么白棋本身啊都活得很干净，这里呢留有这个断吃的手段。以后呢这里虎了啊，这个搬粘留有这个官子的手段，跟眼位呢也很齐全。与黑棋啊跳一手相比呢，这个棋呢也可以说是完全的有一手棋的价值。那么在本经当中呢，我们就可以学到呢，就是说作为这样一个形状啊，作为这样一个形状，那么可以说是在白棋脱先以后啊，在白棋脱先以后黑棋在这一带的正确下法，双方的正确下法，这个是接下来白棋继续脱先还是走，还是补一手，这个呢要根据当时局面的情况和根据呢你这个棋风的喜好呢来做决定。总之呢是双方一个都可以接受的变化。好，本期的讲座呢我们就得给大家讲解到这里。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是发邮件给我们，我们尽能力呢给您予回复。谢谢大家收看，大家再见。